屏上一个写中国，另一个写台湾，就是这一张张照片让中国大陆网友瞬间理智断线。一家公司竟然一直在其官网和官方材料里把台湾以及香港与中国并列。环球网斗大的标题怒控瑞典家具品牌把台湾及香港与中国并列，统整出一堆网友发现的证据，痛批 IKEA 赚中国人钱却分裂中国，有台独嫌疑，要求 IKEA 及时纠正。一家公司此前多次表示很看重中国市场，如果真是这样，宜家就更应该尽快把这一触犯中国消费者底线的问题给出解释，并及时修正错误。继无印良品之后，又一大国际厂牌遭到强势追杀，扣上涉嫌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帽子。就连 IKEA 的微博也涌入大批网友疯狂洗版，甚至用了无耻的字眼。只有少数网友留言讽刺，新时代文革开始了。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done more than past administrations to warm up relations with Taiwan, which is the single most sensitive issue for China. 看准中国是 IKEA 在全球第五大零售市场，网友集结逼 IKEA 出来面对。台湾问题向来敏感，猎物行动从官方渗透民间，在中国做生意的企业未来恐怕人人自危。三立新闻综合报道。